吹吉避凶有办法，乱咁摆嘢好惊吓。家居风水点摆好，师傅教你应点做。旺来八八，好，嚟到我哋礼拜四晚旺来八八时间啦，一个钟头嘅玄学资讯节目啦。嗱，咁今日礼拜咧就会睇到一啲外景嘅，亦都话有师傅啦出咗去帮我哋嘅观众咧去睇下佢哋嘅家居风水问题嘅。咁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需要啦，都可以 send 你嘅资料过嚟9884489，咁啊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啊，咁啊揾到师傅或者夹到时间咧，就会上去你屋企啦，帮手睇下啦。咁今集就有一位观众嘅朋友，上次我哋咧就即系初步诊症之后咧，觉得哇都啊得意喎！佢喺屋吓，尤其是个爸爸咧，将佢啲装修设计嘅颜色咧系比较古怪少少，咁所以就上咗去睇啦。咁一阵间可能大家睇到间屋咧，就会觉得咦，好似啲唔同咗，系因为咧佢都觉得。初步診症完之後咧，佢即刻油咗啲顏色啦，去改善翻個感覺。好啦，咁未正式睇片之前，揾師傅出嚟傾下偈先啦。呂發全師傅你好 ，Hello Edmund， 大家好。係啦，咁今集咧就揾咗師傅啦，呂師傅幫手出去睇下風水啦。嗱，咁恐防有啲朋友咧就睇唔曬我哋全集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影咗部分嘅相片出嚟咧，當係一啲風水嘅常識啦，同大家講下先啦，好嘛？好。好啦，咁我哋都有几多相啊？因为呢间屋都颇大嘅，咁里面发现一啲问题都亦都颇多嘅，咁样啦。好嗱，首先咧，第一张相看似咧系冇咩太大问题，嗱，佢其实都事事正正都整齐嘅，不过成间屋咧就以黑白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调和嘅色啦。其实咁黑白咁会唔会有咩问题咧？其实我哋住宅咧，尽量都唔用啲太多怪啊或者刺激性嘅颜色嘅。咁你一黑一白嘅调子咧，个距离太远啊嘛。咁你变咗刺激到视线咧，其实休息得唔好嘅。你公司又唔同喎，公司我因为要个 mood 啊，要个 style 啦，咁我可以用啲靓仔啲嘅，咁我觉得可以接受。但屋企咧，尽量用啲柔和啲嘅颜色。系咪啊？佢系黑白咁样，太过 contrast 咯，系咪啊？嗯。哦，咁所以就通常你米黄黄或者系啡啡地咁，系咪都 OK 哦？就要睇翻佢八字或者淺色啲都得嘅，基本上其實柔和色就得噶啦。總之唔好再用啲大紅大紫啊。咁一般其他柔和色咧，我哋都可以接受嘅。咁黑白都唔係咁好啦，係嘛？基本上黑白就 contrast 比較大啲咯，即係個對比太大。所以就呢個喺顏色上面嘅調配咧，就要小心啲。咁當然唔係形成呢間屋最重要嘅風水問題啦，嚇。冇錯。好啦，咁啊再睇落去先。嗱，呢一間屋咧，阿男士主咧又好後生啊，但係佢好中意一啲花花草草啊。喺屋企咧，个厅啊摆咗好多啲盆栽。其实盆栽系咪唔系咁好摆太多？嗱，盆栽系一个陷阱嚟嘅。其实好多人成日咧谂住升文昌咧，就摆好多植物去升文昌，就谂住摆得越多越好嘅。咁但系其实咧又唔系嘅，因为咧我哋喺男性嚟讲咧，譬如喺飞星里面八咧，咁都系土嚟噶嘛，都系男性嚟嘅。咁木咧就黑土嘅，我哋五行里边，所以好多时咧，如果你有种个植物，跟住仲要泥种的话咧，咁就会有机会伤害到某啲飞星。咁嗰个屋里边嘅男性咧就好容易出问题啦。边方面啊？健康？健康或者各方面都会有噶，就算你话赚钱都可能会差咗噶。有冇话乜嘢植物咧？嗱，你话泥种啊，有冇话边种泥种系最唔好噶啦？咁样咧？嗱，咁一般嚟讲咧，对文昌嚟讲有咩唔好咧？嗱，我哋文昌点解都系用文昌竹噶嘛？因为竹咧就向上走嘅。系啊。如果向下躝嘅植物咧，就会令到嗰人懒惰同埋更加差嘅。哦，嗰啲躝藤嗰啲系嘛？嗰啲。冇错啦，所以你摆文昌，记住咧，要摆啲向上走嘅植物。咁大部分都向上走嘅，照计系嘛？都有人种啲奇怪植物噶，依家尤其是好多人中意买嗰啲咧，好似濒临绝种植物啊，类似仙人掌啊，怪怪地嗰啲，即系我都唔建议种呢啲嘅。即系譬如多刺啊嗰啲系嘛？系啊，嗰啲植物仲要唔平噶，可能几千几万蚊一盆噶。系啊，系啊，系啊。我就麻麻地建议嘅，因为即系嗰啲植物都对个风水有可能有影响。哦，同埋有啲咧，嗰啲叫做应该点样理解咧？佢系好贵嘅，但系佢咧就唔系好生嘅，一路都系嗰个形态咁样嘅，但系就好靓噶。嗰啲啊，突然间我唔记得，即系喺花园街好多。如果佢冇刺，多肉植物
系咪啊？类似系咁啦，好似系。咪叫多肉植物，好多种种类嘅，又掂水好容易死嘅。系啦，系类似呢啲啦。嗰啲叫多肉植物，但其实咧，任何植物都好啦、尤其是有泥种嘅，都容易啲出问题嘅。哦，咁样，所以水就比较相对安全啲。所以好多师傅叫大家摆榴莲嗰个文昌位都系水种植物噶嘛，好少师傅叫大家摆泥种植物嘅。咁如果屋企万一有露台啊，或者向出边嘅嘢咧，就唔关事啦，因为影响唔到屋企系咪里边？嗱，如果要种大量植物嘅，咁我都会建议佢摆翻露台，咁对屋企里边嘅影响就减低好多嘅。哦，即系出边就冇事噶啦，系咪？乱摆都得咁啊，起码减低咗90%。哦 ，OK， 好，咁所以咧，如果唔知个方位就唔好乱摆太多植物啦，记住。冇错。好，再落嚟啦。嗱，呢个系咩出事呢？其实咧就系关于佢嘅大厅。sofa 后面咧就挂咗啲画，咁其实又几靓嘅啲画，冇乜嘢啊。喂，原来拣画都要好小心喎，系咪啊？肯定有技巧嘅，因为好多人咧总系拣画拣啲奇奇怪怪啊，自己中意嘅嘢，咁好多时咧都唔啱风水嘅，尤其是佢依幅咧系水嚟嘅。系啊，海洋啊嘛。咁我哋坐喺度成日讲要有靠山嘛，咁后边应该系山嚟噶嘛，唔系水嚟噶嘛。如果水应该系前边嘅。哦 ，OK。如果唔系个阴阳动静咧，喺风水上边咧又系错嘅。咁会有咩问题呢？又冇靠山咯，即系我哋坐空咗，咁会个人第一啦唔稳啦，同埋好多嘢唔稳定啊。不过佢后边都已经墙嚟，咁墙都 suppose 系靠山啦，算唔算咧？又系算，但系你夹硬整个形象俾佢冇咗靠山。哦，咁样自制陷阱。因为形态嘅嘢都系一个陷阱嚟噶嘛。系。哦，咁所以后边就应该摆翻一啲。如果你话真系整个山又就好肉酸嘅，系咪先？嗱，要睇幅画啦，即系嗱呢啲嘢，因为以前嗰啲就山水画啦，通常有个山喺度嘅。咁但系现代画咧，就真系要睇你点拣啦。即系啲可能刀刀叉叉嗰啲又唔好啦，系咪啊？又有试过，我见过有啲用啲名牌嘅万马奔腾嘅丝巾，咁跟住咧又挂咗变咗画嘅，咁佢嗰个位啱啱同马系冲嘅，咁又有事嘅。所以如果真系拣啲奇怪画咧，就最好揾师傅去睇一睇先。哦，真系要留要揾清楚，嗰、那个意象都好紧要，系咪应该咁讲？冇错，冇错。同埋呢个啱啱即系鲸鱼啊嘛，又。有啲唔老禮咯，鯨魚事件啦，係咯，係啊，即係我都覺得有啲唔老禮先睇到，係啦，叫就盡快除咗落嚟啦，就唔好擺喺度啦，咁樣啦，冇錯。好啦，嗱，跟住咧就呢一個係事主嘅私人空間啦，間房咁樣啦，嗱，出現咗咩問題咧？其實佢乾乾淨淨嘅，但係佢腳下邊咧就擺咗個電視機，這個最大問題啦，係咪？第一咧，睡房裏邊最好唔好擺咁多電子產品啦，都會影響瞓覺嘅。係啊。咁跟住你仲要喺个脚嗰度就挤个电视机隔住自己嘅脚咧，咁啊会影响健康啊，或者系个精神状况都差。但系好在唔系喺个头度咯，就喺个头度系更差咯。唔系好在啊，一阵间下一张相或者系啦，而家就睇到啦，佢其实隔篱啊就已经系一个插电嘅位啊。嗰、那个白色箱咧，家全部插电，大佬。佢仲要系一个旧式嗰啲拖板咧，佢唔系话整啲 USB 嗰啲比较轻电啲嘅，所以我都建议佢换咗佢，或者将嗰个拖板挤翻落啲会好啲咯。系啊，這个其实好大镬噶都。其实喺个头真系有太多有电嘅嘢咧，都影响嗰个睡眠，有时会发啲怪梦或者以为有鬼。系啊。正如好似我哋话有啲人咧，啲高压电缆嗰啲架下边住咧，就会成日发怪梦嘅。同埋，如果真系话有人话，即系你一路插住电咧，都唔知道会唔会有影响脑啊，出现 cancer 嗰啲，唔知道会唔会啦吓，有人咁讲啦。因为呢啲我哋唔知道，但系即系会有可能咯。我都系嗰句。因为辐射好紧要嘛，即真系。冇错。系嘛？你一路仲可能着住个 WiFi 啊之类，你唔识噶嘛个电话，可能分咗系咪先？其实呢啲都系一啲睇唔到嘅磁场咯，我哋叫。系咁，所以摆翻落下边啦吓，或者你用用啲。应该过唔到呢啲 WiFi 嘅，可能木箱会好啲咯，系咪？用胶啊，或者一啲咧，有啲阻电波嘅嘢嘅，其实上网买得到呢啲质地嘅嘢嘅。系啦，好啦，仲有一样嘢，佢可能好中意干净嘅阿男事主，佢又觉得，突然间我见到指甲长，临瞓前就剪一剪，佢就摆个指甲钳喺楼上啦，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好奇怪，我都有问男事主点解要摆正正嘅头上边咧？我哋成日个识字头上一把刀啫，即系唔好挤啲嘢。系啊，好似吓好古怪、哦，又影响健康嘅，有可能。呢个一定系煞嚟噶啦，唔识风水都知道系煞噶啦，呢样嘢。系咯，有把刀仔咁啊，锯住自己、哦，嗱呢搦开佢啦，唔该，系嘛？
有断头嘅嘢咧，逢系有断头嘅嘢咧，个意境就系出旅行会出意外嘅。哦，咁样嘅。系啦，即系好危险嘅，去旅行会呢啲会影响。嗱，不过佢好在又识识地，又有睇字幕，佢连买三樽我哋嘅五时水，买三樽。仲有特別版㗎，我記得有第四樽。係，佢仲有一樽係我哋啱啱今年新出嘅十五週年嘅。咁啊，呢啲真係，不過其實阿師傅都覺得五時水係有咁嘅作用啦，係嘛？真係。係，其實我哋傳統都會用五時水嘅，即係我哋每一年都會去攞五時水去寫符啊，或者做一啲法事嘅。係，咁啊，好多謝佢啦嚇，呢個支持啊，唔使講啦。OK， 好，跟住落嚟。嗱，呢個就係佢家姐房啦，家姐房又係同一個問題啦，就係佢咧。就又系叉電位，就擺曬喺兩個床頭隔離側邊咁樣喎，真係有。其實一入到去咧，家姐房有啲霉味啦，咁啊跟住好凌亂啦，跟住又好似好危險啦，再加上啲電掣就喺曬個頭度啦，都好多毛病噶啦。其實你話即係香港，成日都話地少人多，或者佢擺位因為好窄好細嚇，咁可能冇乜點樣選擇。但係呢間屋唔細噶喎。呢間屋喺香港嚟講真係唔低嘅，禮舊。呢間屋公屋嚟講好大喎，800尺左右嘅咯，都已經係咪啊？仲要個家姐房應該係得一個家姐長期住啫，佢都會算係好凌亂㗎啦。係啊，所以同大細住絕對無關係，咁即係執下啦嚇，或者啲格局啊做得好啲啦。嗱，呢個係好危險啊！呢個係可以處理嘅，可以處理嘅呢啲。頭頂位啊，頭頂位整個架喎，真係。其实都唔应该整太多架喺正嘅头顶位嘅，即系我觉得即系挤唔到嘢，脚嗰边我都仲可以接受嘅，但系头嗰边我系觉得唔可以接受嘅。因为佢头顶位已经系坠落，佢个架已经系弯弯曲曲噶啦，开始弯噶啦已经。一跌落嚟就出事噶啦！出事啊！吓、啊、呢、這个快啲整落去，同埋呢个叫横梁压顶啦，自制横梁压顶啊，系咪啊？系啦，即系自己做啲唔好嘢嚟害自己啦。系咯，唉，呢啲搞咗佢啊，真系。好啦，咁啊嗱，呢度要睇咩咧？就系话咧，佢个。厨房虽然我见唔到个炉头啊，厨房直冲咧就向住大厅，呢个有咩问题咧？首先咧个厨房就冇同厕所冲嘅，佢哋呢样嘢做得几好嘅，因为好多公屋都会有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咧始终都系一路直冲入去啊，咁就会影响到火性嘅嘢，因为厨房系属火啦。咁如果佢咁样直冲嘅，咁嘅时候咧有机会都系会有啲心脏啊、精神状态啊、血病啊，或者甚至乎 cancer 呢啲情况，有机会会容易出现。会影响边一位咧？好难讲嘅。有时边个药或者个星气，啱啱嗰个星系代表嗰个人嘅咧，喺个位置咧、就会特别明显嘅。嗯，咁就长期闩咗个厨房门啦，系咪啊？肯定要啦，或者嗰个走廊个门可以闩咗，佢都可以顶住。顶一顶，好啦，呢个就好易解啫。嗱，头先讲开呢间屋系个颜色上面设计好得意嘅，除咗个厅主要黑白咁样啦，嗱，我哋最初望到咧，佢厨房系用一啲黄色嘅橱柜，咁再加上黑色边啊等等嘅嘢咧，一睇会系咩二黑五黄啊？有冇呢条数啊？真系嗱，咁就要睇翻个厨房位于边度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厨房位于南边嘅，因为南边都系属火嘅，咁咧就要好小心呢啲咁嘅情况。但系如果佢依家因为佢个厨房唔系喺南边嘅，我冇记错喺北边嗰边嘅，即系喺水嗰边嘅，所以个影响力就唔大啦，会好啲，系啦，就唔会话咁容易爆发呢啲问题啦。嗯，不过个颜色系咪古怪少少咧？黄色嘅橱柜，咁咩颜色都有人用嘅。嗱，呢样嘢我哋就唔批评嘅。Hello Kitty 色我都见有人用嘅。你讲得好啱，我见到一个喺 YouTube 上嘅 KOL， 一个时事评论员，一个女士嚟嘅，咁唔讲边个啦吓。咁佢好多时咧都会喺自己个厨房前边做直播嘅，佢个厨房咧。全红色嘅，即系佢嘅橱柜红色啦，佢嘅雪柜又红色啦，佢好多嘢一望落都系全部红色嘅。咁可能佢特别中意红色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咩影响咧？女士，如果喺风水上咧系好容易出毛病嘅。嗱，你谂下厨房已经属火，如果佢个厨房又喺南边嘅，就再加啲火，跟住佢再整啲红色都系代表火，咁咧佢就一定会病嘅。哦，我唔知佢有冇病啊，我唔知道。容易病或者系屋企里边有一个人士会即系成日领嘢啦。哦，系啊，佢即系全红色噶、哦，真系好夸张噶。你好彩啲利器或者啲磁场未出事嘅时候咪冇事咯，但系个磁场一转变一唔好嘅时候，佢就即刻会见功噶啦。哦，咁不过可能佢唔信啦，咁啊唔紧要啦，我哋即系纯粹。
討論一下啫，每個人有對顏色不同的喜好，或者佢咁啱唔係，或者佢需要火咧。呢、這個女士可能好需要火，需要火，但係我哋都唔會喺廚房整再加火嘅。嗰啲係醋嘅，嗰啲唔係叫火，嗰啲叫醋啦。我哋叫醋係嘛 ？OK OK。係啦。好哦，佢都有時評論時事都好火爆嘅，可能係喎、哦。火焰倒醋啊嘛，我哋因為個火變咗咁樣就係醋㗎啦。OK OK OK， 好啦。喂，咁啊，仲有另一方面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是，咦？呢張係之前嗰張嚟㗎？係啦。嗱，佢本來咧就係黑白黑白。佢条中间嗰条黑嗰条线咧系黑色噶，阿柏全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本身系黑色嘅。我冇睇过黑色嘅，但我知道佢嗰个有个位系油咗依家。系啦。咁我谂系好奇怪嘅，有少少睇落。好怪真系，哦。系。咁怪有冇影响咩咧？除咗怪之外，怪又未知影响嘅。嗱，因为一般嚟讲咧，白色咧我哋系属于呢个金嘅喺风水里边，黑色咧就属于水。咁金水咧就伤身啦，起码佢唔系伤黑先。系。如果佢伤黑咧就有问题啦。哦，可能视觉上怪啲啦，咁样啊！依家只不过反差大啫，你住作为屋企住嘅就最好唔好整啲咁嘅色咯。系，好啦，嗱，跟住落去啦，咁啊呢个男士住咧都好信风水啊，各样嘢啦，咁啊摆咗一啲水晶之类嘅嘢啦，咁啊粉晶有冇特别话要特别即系点样摆法噶？嗱，起碼佢，我相信佢粉晶，我都問佢啦。你之前咪溝女啊？咁佢應該之前擺嘅。咁好多佢冇答你，都係溝女嘅啫。佢有話不是嘅，係係啦，應該之前嘅。佢話即係可能依家已經溝到啦。OK， 係啦。咁我話你溝到，你就收翻埋佢噶嘛？啲風水用品。哦，咁唔可以再擺啦，係嘛？因為佢可能係根據流年啊，即係因為一般嘅事主咧都係根據流年飛星嚟做，咁但係你2020擺到咗23年已經唔同咗位噶嘛，嗯，係啊，同埋嗰個位本身都唔適合擺依樣嘢嘅，所以我就叫佢最好都要清翻走啦。所以大家記住啊，如果你用流年飛星擺風水物品，唔該逐年去計啊，你要拎開佢啦，第二年嘅時候啊，記住啊。好，再落去睇啦。嗱，因為咧佢對出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啊，一陣間會睇到啦。咁佢就擺咗一個類似嗰啲凸鏡啦嘅嘢對翻出去嘅，咁要留意喎，係咪啊？凸鏡、凹鏡同平鏡喎、哦，係啦，一般擺鏡咧都有三種啦，凸、凹同埋呢個平嘅。咁咧佢就話佢嗰個係凸嚟嘅，但我伸個隻手出去摸咧，我覺得唔係好凸喎，佢呢個鏡。嗯，唔夠凸。係咧。因為一般凸鏡都係想反射啊，即係同個身去對行啊，或者係彈走個身啊。係啊。咁但系你系平嘅，咁喂转咗就系、是、即系其实将嗰嘢倒影咗过嚟咯。嗯，即系将嗰个差嘅嘢再放大、哦。系，咁啊小心啦。好啦，咁啊咁系咩咧？就系呢条村对出一个本来其实都系几 signature 几靓嘅一个钟楼啦，但系点知钟楼咧原来要小心系嘛？嗱，因为咧佢个钟楼咧本身系全红色嘅，嗯，跟住钟楼顶咧系三角形嘅，即系好似庙宇一样嘅。系啊。系啦，咁呢样嘢咧，无论三角形或者红色咧，都系属火嘅喺呢个风水上边。系，咁如果呢啲嘢又插正喺你个窗口睇到嘅位置 ，OK， 咁佢就会对你嘅屋企嘅健康绝对系有影响啦。咁所以佢都真系影响咗佢同埋佢爸爸健康啦。冇错啦，同埋去到嗰个年份，即系呢个处喺你嗰个方位嘅边个年份，咁佢就会特别起呢个功效。我哋而家呢张相睇落去咧，似乎远咗少少，但系肉眼咧其实近嘅。嗯，都好近嘅。佢而家有个 Y 镜头，所以你觉得远啲，但系其实实际上系近嘅，基本上。因为同埋我哋唔需要话企喺窗口边望落去嘛、嗯，其实只系企喺个厅中间已经见到呢支柱啦。好啦，咁呢啲点搞咧？系封咗个窗咁样系咪啊？见唔到。嗱，呢啲我哋叫联头嘅问题，亦都系一啲硬性伤害，即系你改变唔到佢嘅。嗯。咁一般我哋能够处理嘅咧就系、是、吓，冇啦，睇完噶啦。是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么多。这个只是恐怖在线和往来八百的精华片段。如果你想看全集节目的说话，现在很简单，一个月60元月费已经可以看到恐怖在线加上往来八百一个 combo 了。还有也可以上 mmpoint.com 加上我们 BigBear 的手机 app， 同时两个平台都会看到的，那不用看到到后不到快咯。同时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还有按一个 long， 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了。